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很高兴在阳光普照的早晨，我们又一起来聚集敬拜。持续进到代降节期，但是现在我们大家都还穿短袖，对不对？因为今年反圣婴现象，让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冬天。但是啊，这几天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，大家早出晚归要记得注意保暖哦。那现在邀请各位从座上站立，我们一起来用我们的歌声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
Thank you.
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因你将圣灵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得以领受天堂来的喜乐。也求主您让我们学会时刻称颂你，因着赞美，让我们信心不断高升，让我们时刻感受你的同在，感受你奇妙的大爱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Amen.